现在加满的话估计要加500块钱，油费贵贵的，加了530。又回来打水了，这几天把上次加的也差不多用完了，今天把水箱加满。你四个桶，一次是20升，这水箱是220升，也就是说得11趟。我现在已经加了6趟了，已经跑了6趟了，已经6个这么多了。我决定把这4桶加完，我不加了，我已经跑不动了，好累啊。胳膊都有点软了。哎呀，打水给我打渴了。最后一桶不打了，有没有都不打了，我好累啊，我感觉我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，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钟了啊。本来还想着打完水今天还能再往前跑一点，这样看来跑不了了，今天晚上就在五里泉这儿驻车一晚。蓝猫比那个小三花大1岁，大1岁半。我那小三花皮得很，他俩整天都要出来玩，门一开就伺机就要往出冲。刚才差点又冲下来了，我在这儿我不敢放得下来，放下来这车太多了。后面还有一个呢，后面还有一只，还有个狗呢。太行了，但是这白猫多干净。妹妹啊，听见了，一把摁倒。看得见。我的猫被围观了。母猫三花只有母的，哦，但它怎么能长得这么圆圆的？因为冷，你看我们那它胖了。我家那俩它做完绝育以后长胖了。7岁，哎，它体型很娇小。应该是开心的。哎呦，开心死了！它可喜欢人了。它属于那种就是。特别知道谁喜欢他，啊，谁要是喜欢他，他就对人家可热情了。哎呀，好哥哥。早上6:40，车里只有3度，开了会儿柴暖，3.9。阿尔山，五里泉，这是一大早起来的样子。快去吧，拉给。那厚衣服不是全给泡烂了吗？现在就只剩这身来凑合了。
这白天可以，现在早上起来还有天黑以后就不行，只能穿这个，但这个也不是很暖和，比不穿强点。五里泉蜜汤，从这儿下去就到了那个汤池。我今年才发现这个，前两年来怎么都没发现呢？快跑步，跑起来减减肥，这个胖狗，快跑步去，去跑步。哎，胖的，小屁股圆圆的，快快走，跑起来。咱们去看看那个汤池是什么样的，走，看。五里泉蜜汤，天下第一奇特大泉，女汤。这边是女汤，走，我们下去看看，去看看女汤什么样，怎么咱们以前来没发现呢？快走，就在这儿。这个季节已经没有人泡汤了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。啊，这是专门修的这么一个，就是一个小水池。这是凉水啊。不过据说这个汤泉，这个功效很奇特，说是泡一泡吧，什么关节炎呀，什么病都治好了。摸一摸，哦，冰凉刺骨啊。好冷啊，还是走吧，太冷了。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度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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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走了，快。这是接的那个霜花，现在如果再去那树林河边密集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雾凇了吧。还是有点冷的，走吧，走吧，小胖妞，小胖妞。